Hello， 大家好。有朋友说我们光吹牛皮不吃牛皮啊，今天我们来吃牛皮。这就是我们处理好的牛皮，上面的话还有那种小的绒毛，有些地方刮不掉。现在我们去给它烧一下。烧。哇塞！哇，这个烧好了一块了，再烧一块。这个两面都给它烧一下。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来水里面再给它清洗一下。洗的差不多了，就给它切成小块。再用这个水给它清洗一下。这个高压锅都快装满了。点火压40分钟。加入姜末、鸡精、生抽，加点香醋啊，上香油、红油，我们四川凉拌菜的灵魂，加盐、香菜、葱，撒里面去，搅拌均匀啊。放点小米椒，再搅拌一下，麻辣牛皮。这种凉拌牛皮真的太好吃了，它第一口咬下去有点硬，但是你越咬它越绵柔，而且吃起来非常的柔嫩，太下饭了，这个。